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解说频道，我是杰赞。然后今天有这个特别的抽单，就是这个全明星大集合感谢转蛋，全世界玩家人数突破5400万的纪念。然后这次抽嘞是需要50个宝珠的。然后嘞，然后他这个出现转蛋上是有机会可以转出限定怪的。然后当然中重复的几率也很高，因为我已经玩了很久。所以是喜欢大号小号都可以抽到一些好的东西啦，然后我们就来个保证六星全新，保证一体六星转蛋，然后那个保证六星是一定是限定角色，所以希望是好的东西啦。Let's go， 现在就到我们的小号去抽，甩，会抽哪个限定呢？希望不是重复的啦。12点13分，哇，钱包死状态，哇，怎么回事？原来是我误会啊。以为是他一定会抽中限定，结果不是。愛と創造の女神、イシタルだよ。3142。なんてったって愛が一番。みんなの恋愛応援しちゃうぞ。No no， 感觉是很坑的角色。天の女王たる私がいる限り、敵は。みんな冥界送りだよ。哇，这50个宝珠很贵哟、哦，有点好像不是很值得的感觉。OK， 所以现在转去我的小号。Hello， 欢迎大家回来。刚才我说错了，这个全明星感谢转蛋原来不是保证抽到限定怪的。他只是有机会转出这个78体的限定角色，哇，有点难度啊，各位。刚才我的大号太可惜了，他不过还是好在加了一个新的图鉴。Let's go， strike， shuttle。OK， 希望是加图鉴的角色。哦，有机会。哇，木蝴蝶，超旧的角色。可恶，就是为了加这个木金吗？又是一只感觉上随时要受神话改啊。哇，好可惜啊，他还给我一只成吉思汗，飞到不能再飞。OK， 谢谢大家收看，抽单就到这一边。我觉得大家要三思，有点坑，我觉得这个。OK， 祝大家抽单好运。